我的老公好像恋爱了。哎，你的孩子哭了，你别。你来了。谁啊？嫂子是吧？我是对面刚搬过来的，今天早上王哥还帮我搬了不少东西呢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带的。谢谢啊。你嫂子脾气不好，有事咱微信说。妈，嫂子，你这个菜做的绝了啊！想吃你自己做去啊！实在不行，你不还有个女邻居呢吗？让她给你做啊！你瞎说什么呀？人家都已经结婚了。那你还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。哥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就帮邻居搬了两个箱子，她就吃醋了。都是家庭妇女，人家温柔得体又大方，她呢，邋里邋遢。那谁不喜欢美好的事物？而且我那是欣赏，光鲜亮丽是用钱和爱堆起来的。你给娜娜了吗？每天就知道两手一摊，真当自己是雇主呢。老公，你帮我把衣服往洗衣机里扔一下吧。喂，哦，好，开会啊，我马上过去。